哎，这吴邪是谁啊？吴家的那个小三爷，不信鬼神，不信人，是个非常的人。你觉得他能当下一代佛爷？曾经的他，他是又傻又天真，是那么的天真。天真无邪，时间啊，都说过去的吴邪天真呐、啊。是的，他以前挺开心的嘛，一去不复返，非要去秦岭淘一趟沙子，遇到了一个感人的医生，张起。什么？最差的情千万不要回头，我也会保证你没有事情了。不行，志哥，我是一个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。志哥，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没有人会发现，至少志哥不会发现。没事，小哥，还好留下了，我没有害死你。他是张起灵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没有事情了，没事情了。已经很久很久没人敢给这张脸，算是给老吴家找的脸。我来和你道别的，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似乎现在能找到的只有你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长白山，我只能去那里。小哥，跟我回去。事在人为，我就不相信什么事情是改变不了的。十年后莫问是如果你还激动，再问打开你的青铜，你十一年天真无邪。为了找到张起灵，他去了很多地方，他满可以做回自己天真无邪的小三爷，但他非要选择留下。知道再花的故事吗？你们只知道他叫张起灵，是祭坛上的圣婴，却不知道他究竟经历过什么。最后在那座雪山上制定了他所有的计划，就算只有一线的希望，我也希望我可以帮帮他。我叫林苏，这是我的遗言。我现在在古城京里，我被人绑架了。绑架我的那个人就是吴邪。这佛爷当年立下规矩，谁都不能去碰他的东西。吴邪破了这个规矩，一个人不守规矩，你这么护着他，你也想不守规矩，跟吴邪什么关系啊？这是只有张家人才能破解的机关。张家人，他不是姓吴的吗？你说这地方到底什么人住的呀？不管是谁住的，反正很久没回来了。别把自己搞死了，我没法交代。疫情下地的时候不害怕吗？会害怕。这是他两个最好的朋友，只要他在的时候，当年你们是三个，不管做任何事情好像都没那么困难。张起灵也在，这一看就是死机了呀。吴邪，吴邪，吴邪回家了。等我回家。小哥，小心说啊，他人生要做的事情都在这面墙上。这是十年里，我要是我们十年没有找到，就在这里待十年。对，这就是汪家的地盘。汪家人的时间这么多，走吧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的话，那就是找到你。那我下了。潘爷，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的把小哥给接回来，我们三个人重聚铁三角。一十年了，就给人笑一笑嘛，恢复到原来天真无邪的样子，这样小哥怎么认识你？